大家好，我小九。今天我要吃那个鹤堂那里买点东西，因为鹤堂那边比较多那种卖那种特产的东西，买点东西回去，然后差不多我就要回家了。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，所有的事情基本都忙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差不多要回家了，所以我就提前去准备一点东西。其实我也不想回家了，因为这边都习惯了。哎，那不是小勇吗？他在那里干嘛？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！我跟老乡去买年货，他到半路他就又去接人了。你呢？你去哪里啊？我去二塘啊。哦，你也去买年货啊？啊。那你车能不能装下，帮我送到家？能不能装？装得下？装得下。你干嘛？我没解锁。你干嘛？在那送我家。他去接人呐、啊，他到半路他已经去接人了、啊。接人先把你送回家呀，那你怎么不打车啊？那我怎么知道？他说人家打电话给他，叫他去接人，以后再回来再接我回去。那你这里放得下你送我回去吗？我还要去买东西呢。你买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想买点东西在路上吃啊，我明天就回去了。你是送我回家，以后你再去买。啊？你能不能打到车嘛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人家估计还要等个一个小时。这么久啊？对啊。那我回去算了。行吧，那你放前面，你自己，我等一下我结下锁。可以了，你搬没？你自己搬大车。你不帮我搬？那我送我怎么搬得了？你买了这么多苹果啊？哎，送给我一箱。我送你回去，你给我一个也行啊，不说一箱，给我一个。给你一个，等一下回家先。还要回家？先回家先，我你说不定你一搬东西就走了。你不回去过年吗？回啊。回去那你还要去买年货。我买了路上吃，买点吃的东西，然后给我妈他们带点特产嘛。叫你买个车了，买个车了。老乡的车，我本来跟他一起买这些东西的，他要去接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是不是？那我自己买车，那我现在也来不及考驾照啊，是不是？这几样东西花了我几百块钱。要是没有看到我啊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一整的冷飕飕的。又不打车，打个车要多少钱嘛？啊？你打个车也可以啊，在这里等。打个车要多少钱嘛？在这里也打不了滴滴车，这山里面谁给你会拦？我怎么打车啊？走了，出去。等一下，我就送你到那个下面就可以了哦。你要送我到家才行啊。我等一下送上去，然后小凤看到我，她又不开心。我跟她说就行了嘛。哎呀，你不行的，你在那个路口那里，你自己搬上去得了。不行，你要送我到家。等一下，她又跟回去跟你吵架。不会，我跟她说得很清楚，我跟她解释就行了嘛，是不是？行吧。送我到家啊！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咯？又不打车，又干嘛？买年货啊，不同嘛。就停这里了啊、哦。嗯。
得啦，你自己把东西搬下车，我就不那个了啊、哦。我转个头我就出去了。好的，那么快？嗯，你自己搬东西呢。好的。搬完哦，不要漏东西哦。好的。好的。这个是扣肉，他们刚刚在上面炸的扣肉，今天晚上煮不煮？这个不煮。这个怎么煮？还没搞好的。还没搞好的。我以为好了呢，可以吃了。放心，这里有的。我以为可以吃的，来高兴一场。我天天每次来都看到你弄这个丸子，好吃。都是豆腐，不是丸子。天天都吃。那个叫失败酿，好吗？这个想吃，这个想吃吗？太深了，这个是昨天那个，就是我们广东那个朋友寄过来的。他说蒸着吃，我还没吃过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。那个，那个，今天晚上吃大餐。今天在桂林的最后一餐晚餐，今年我要好好招待一下我别嫂。嗯。这排骨焖什么？排骨焖吃猪。这是我拿过来的辣排骨。焖石菇，嗯，但是给我弄个，是你自己去那个挖的那个石菇啊？对，可以。这农村就是好啊，什么都不有的吃啊。嗯，你在外面还要买。石菇这里在吃，这个就是石菇，这个就是石菇在那个鱼塘，就是那个淤泥里面挖出来的。以前我们过年是年年都会买一点这种放在家里面，要掰开这些啊、哦，嗯，掰开这些，然后它很多泥的要洗干净。嗯，把它搞在这里才洗。嗯，等一下焖排骨吃，非常期待我今天这一顿饭。吃完饭我就回家了不？在这里过年吗？不在啦，过年他们要去拜年，没空理我。你可以去的吧，我也去的。这个要掰干净，好大一个。是啊，在那里挖，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，有些有两三个挖下去。那个现在外面有的卖吗？这种有，这里种的是不是？种的，我们在深圳买的是那么大一个，8块钱一斤。八块钱一斤。哎，不要这个啊。那是苦的，那个有点苦苦的啊。那苦的，就一个摇来晃的，要拿个好吃的。但是我喜欢吃，是可以烤来吃的。我烤过，就切片来烤。嗯，切片片。啊，切片片来烤。那个，放一点也可以。嗯。又拿两回去啊？肯定拿。我要拿回去吃。那你炖的什么？对呢，这里是扣肉，这个是扣肉。好的，那你呢？这里。那你是香肠。有的，可以。今天晚上要吃好的。我怎么感觉你像视察工作一样的？你看我穿多好，看我切不动，放我这里切。你看你切个肉都切不动。我估计你是故意的。赶紧看一锅。开了哦，很香的哦。你那个鸭子没什么嘞？什么都会。方便面几个？什么都吃。方便面。啊，什么都吃。吃吧，这个都吃的不吃啊？啊，这个鸭子，你要猪脚。吃票的，我今天跑断食，我早上让他吃，在那里睡觉。什么都吃的，反正两个鸭子。你要是不想喂的，你就把它煮了就可以了。是啊，那是难吃啊。今天好香，谁让你攻击我脖子的？好香啊，整个厨房都是香味。鸭公身拿出来了，腊肠，腊肠吗？哎，小子，那个公鸭是下蛋的吗？公鸭下蛋的吗？出去，走，回去啊！回去，拿出去了，上菜了。还有钱吗？对对对，扣肉打开哦。
朋友们，我烫烫。这个扣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扣肉吗？我吃过，吃过的。啊。我们这里扣肉你放心，绝对好吃。对。谢谢。你要跟我做是不是？要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都拿回来了。